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头场赛事五班千百米嘅路程。意大热，奥利一开闸嘅时候幸运色稍慢啊，咁啊前面快嘅嘛，咁啊中档位置有奇妙星光啦，响入边咧咁啊有红德啦，内栏浅蓝衫有俊标三只马比较快嘅，中档第四位万霸区啊，攞入去内栏橙衫咧仲有龙腾马约啦，外边走埋上去紫色衫咧，咁啊响第四位就小奇妙啊。跟住个第七位白衫嗰只咧就飞云宝唔埋去，咁再后边嘅马内栏灰马万里威扬啦，隔篱拍住个粉红衫咧，仲有如沐春风咧，就响尾四嘅位置啊，尾三幸运色，尾二金禧足球暂时包尾系糖痴豆嚟噶。好啦，过咗呢个千二米段处啦，前面就红德带头，跟住第二位奇妙星光啊，守住内栏第三系俊标，第四位小奇妙啊，内栏第五橙色衫龙腾马约啊，再后边嘅马仲有万霸区啊。咁再后多少呢？咁啊，内栏灰马红衫橙色眼罩系万里威扬啦，出边咧就飞云宝啊，后边四只如沐春风粉红衫响尾四都系留得几顺啊，只马都上算啊。内栏尾三系幸运色啊，咁啊后边两只分别系金禧足球同埋包尾咧就糖痴豆嚟噶。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嘅中尾段啦，红德依然系占先咗半个身位嘅，奇妙星光第二位，咁啊大外档见到有马踩优啦，就系嗰只如沐春风已经踩咗上去啦，再跟住内栏第四系俊标啊。中间第五位仲有龙腾马约，出边小奇妙，最出仲有万霸区，后啲先见到咧就万里威扬啊、金禧足球啊嗰啲马。好啦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如沐春风已经抛离咗大约两个马位噶啦，奇妙星光第二位，咁一路攞咗出去外边橙衫咧，仲有龙腾马约啊，马林中间就进标想叫出嚟，就系唔够位又要走翻入去，外边追就万里威扬啊，最后一百米到啦，透出嚟呢只如沐春风，咁但系开始有少少乏力啦，咁首先过佢嘅马要龙腾马约，后边上跟嚟万里威扬，入边。俊标出边小奇妙接近终点，龙腾马约赢啊！跑第二名如沐春风，第三名万里威扬，咁外边追上嚟咧就嗰只小奇妙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龙腾马约真系跑得好好，而今场赛事嘅形势亦都好夹，好早贴咗栏，跟住出二搭转弯踩油上咗嚟，咁而早咗发力，如沐春风跑第二，第三名啊近啦，有灰马万里威扬同埋出边十号小奇妙两匹马需要影相争第三。七号嘅龙腾马约临尾都落飞话十倍胜出啦，骑师咧就系史卓峰跑第二名，二号嘅如沐春风啦潘顿，第三名一号嘅万里威又毛显东，第四名上翻嚟话十号嘅小奇妙啊，苏兆辉成日霸住第四嘅啫嘛。咁啊，中段就潘顿嚟招变奏啊，不过就今日咧就龙腾马约呢度咧成功啦。史卓峰。咁啊，影咗相咧，原啱第三名咧平头啊，一号同十号两匹啦，一齐掂先。平头冠军第四啊，杨家聪啊，影相啦，影翻第三添啊。
一阵睇翻张相啦。咁啊，呢边就见到龙腾马跃啦，终于都打开正门啦。啊，丁冠豪今季啲五班成绩又好突出，不过呢只马当然啦，追到都大家都惊惊地啦，又泥地有谷草转嚟转去。临尾都有阵飞啊！呢只龙腾马跃落到去十倍，跟开嗰啲可能都唔忿气啊！跟埋今次咁啊，结果都有回报啊！咩啊，$107独赢。紫卓峰头先骑狮王都有啲飞落啩。一齐睇下头场赛事嘅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系七号嘅龙腾马跃，独赢派$107，位置派33.5。跑第二名系二号嘅如沐春风，位置派$15。跑第三名有两匹，一号嘅万里威扬，位置派$12；十号嘅小奇妙，位置派10.1。连赢二搭七派$156，位置 Q 二搭七派63.5，一搭七派$57。三重彩有两饭派彩嘅，咁啊，位置 Q 仲有啊，七搭十派38.5，一搭二派$21，二搭十派16.5，一搭十派32.5。睇埋三重彩啦，七号、二号、一号顺序派$1,394，七号、二号、十号顺序派$1,218。单贴都有两份派彩，一号、二号、七号派$214，二号、七号、十号派$139。三减一啊，预计派彩系 A 三其他冷门派29.5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七号、十号派482。四重彩两份派彩啊，七号、二号、一号、十号顺序派6,317，另外七号、二号、十号、一号顺序咧就派7,145。好，睇埋张平头嘅第三名啦，咁啊，啱啱好大只嘅小奇妙都掟咗落去。好，睇过晒啲预计派彩，即刻睇翻个巡逻影片点样即系走啊啲马。咁起步照旧都系慢啲，就嗰只幸运色啦，次次出闸都唔快嘅。咁另外出边嗰只金禧足球都系留咗落个尾度啦。前边啦嗰只洪德咧打咗两边都出咗嚟带话，咁啊扣女嗰只如沐春风咧就留住嘅。咁啊放头啦，佢同埋嗰只奇妙星光都走下啦。咁啊内侧位置就进标，出边杀紧埋嚟第四位就小奇妙，第五位中档万八区，入边咧就头马龙腾马跃啦，第七位白色衫就系飞云宝，内侧灰马咧就万里威扬嚟嘅，出边就如沐春风啦，尾三幸运色。尾以金禧足球，包尾就唐痴豆。头两段步出都正常嘅，去到第三段咧就开始偏慢啲啦，所以都见阿潘顿喺嗰个位开始走啦，所以都唔话都系错嘅。不过一走咧又走得几快噶，落山嗰段咧都快咗成秒咁滞嘅。咁啊，所以翻到嚟都顶唔住啦，紧紧勉强挨翻个第二啦。咁啊，所以呢场步出咧其实都唔算慢噶。咁啊，你见啲马咧都走得几顺啊，亦都冇话逼埋喺三四叠嘅，呢度都两只拍两只。咁啊，对面直路开始变走啦，我潘顿开始走啦。咁啊，前面嗰只一查到后面有马翁咧，都即刻俾啦，都不敢怠慢嘅。咁啊，所以呢度拍咗一齐走咧，就走快咗成秒嗰度。咁啊，飞云宝啊，一走啊，俾人顶埋出去五碟添。咁啊，今日足球就喺中档悭啦。咁啊，小奇妙今日都厚咗啲噶，咁啊，好在拉屎都叫做追翻近。咁啊，万里威扬都摄得唔错嘅呢度。我判斷就出咗嚟先，咁啊成日都係噶啦，咁啊對面接落一踩，最緊要殺到埋欄咧，就通常翻嚟都冇邊有個第二噶，咁啊都繼續維持依個模式。咁啊龍騰馬咗今日叻咗喎，咁啊都真係可能俾佢摸啱個路程同埋跑法啦。嗱地千八唔得，反而谷草千八先掂。頭場賽事都覆榜完畢。位置 Q 二搭七派63.5，一搭七派57，七搭十派38.5，一搭二派21，二搭十派16.5，一搭十派32.5。三紧一派彩，胜出组合系 A 三，其他冷门派29.5。四连环派彩，一号、二号、七号、十号派482。
四重彩两份派彩嘅，七号、二号、一号、十号顺序派6317蚊，七号、二号、十号、一号顺序就派7145蚊。睇埋分段时间，头段13秒67，第二段23秒25，第三段25秒38，第四段23秒9，末段24秒44，赛事时间1分50秒6。